9月11号是太阳飞马的大日子，除了位于荃湾的新办公室正式启用之外，亦都对外公布今季球衣胸口赞助的事宜。为了隆重其事，太阳飞马特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球会主席郑丁港先生、副主席唐才智先生、太阳娱乐文化黄柏高先生和雅虎香港副行政总裁兼总经理陈启涛先生都有出席。双方正式宣布国际知名品牌 Yahoo 成为太阳飞马球衣胸口赞助商。在记者会上面，雅虎香港副行政总裁兼总经理陈启涛先生表示很荣幸和太阳飞马携手合作，一起推动香港体育和足球文化。今天很荣幸，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和太阳飞马一起共同去推广香港的体育和足球的文化。可能最近大家都有留意到雅虎刚刚换了一个新的 logo， 这个也正正是我们第一个和合作伙伴去用这个新的 logo 去一起去做一个共同的推广的。所以我在这里也很开心有这个合作的机会，使到我们可以共同去为香港的体育和足球的文化尽一点的努力。至于 Carl Sir 就对得到一个国际知名品牌的支持而感到非常之鼓舞。我们在今次就说很高兴我们可以跟 Yahoo 去将香港这个足球，希望就是说可以我们去尽努力之下去尽拿最好的即是大家的认同。当然啦，在这一样东西全球首创，不是首创，是第一支球队啦。咁呢個我相信係我哋太陽飛馬足球隊一個榮幸嚟嘅。咁我希望藉著喺Yahoo 咁有活力，而我哋球隊亦都係咁有活力，咁大家喺呢個球隊裏面去發揮得最好，而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我哋香港嘅足球。鄧景煌同埋唐建文就向傳媒展示印有 Yahoo 標誌嘅主客場球衣。之后，郑丁港先生和陈启涛先生就在球衣上面签名，代表着太阳飞马和 Yahoo 的合作正式启动。